同学们你们好，在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述了基本公设放大电路，通过这个电路我们了解了有关放大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引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们是静态工作点、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以及通频带。在上节课我们对基本公设放大电路分析的时候看到了它的输入输出波形的情况，那么这种分析呢只能是一种定性的分析，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放大电路我们都要计算它们的静态工作点，而且要计算它的各个动态的参数。我们把这样一种过程叫做对放大电路进行定量分析。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还是结合着基本公设放大电路来讲一讲放大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在这堂课里边我们要介绍一下放大电路对于直流信号和对于交流信号两种不同信号作用的区别，我们还要讲一讲比较直观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图解法。第六讲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这是一。在这一节课里边我们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放大电路它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第二个问题就是图解法。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在前面我们对共设基本放大电路的分析里边可以看到，对于任何一个放大电路都是既有直流电源的作用又有交流信号的作用，也就是说交直流共存于一个电路里边，而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电路才不会产生失真，交流信号必须拖载在直流信号之上。但是在前面的电路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输入端的耦合电容和输出端的耦合电容，它们对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所显现出来的电抗是不一样的。那么由于这样一些电抗元件的存在，像耦合电容，另外在一些放大电路里边还要有电感还要有变压器等等这些元件的存在，那么它的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所流经的通路就不一样了。而假如我们在一个电路里边把交直流信号混在一起来对电路进行分析，就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所以为了研究问题方便起见，我们就把放大电路里边直流电源的作用所直流信号所流过的通路和交流信号信号源的作用交流信号所流过的通路分开来，它们就分别是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那么什么是直流通路呢？直流通路指的是直流电源对电路作用的通路，也可以说是直流信号对电路作用的通路。那么从直流通路这样一个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只能用于分析静态工作点，它是指的在放大电路里边三极管那些 IBQ ICQ 所走过的通路。在直流通路里边我们要把电容看成是开路的，因为电容对于直流通路它的容抗是无穷大的，所以直流信号不可能通过它。第二，在直流通路里边电感线圈是相当于短路的，因为电感线圈它对于直流信号所呈现出来的电抗就是线圈本身的电阻，而对于一般的电感线圈来讲线圈电阻是非常小的，所以在直流通路里边这个电阻是可以忽略的。
在直流通路里边第三个就是信号源应该是短路的，信号源短路表明这个时候只有直流电源对电路产生作用，但特别要注意要保留信号源的那组。在一些电路里边，信号源的那组会影响着放大电路的直流通路，影响着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所以我们在画直流通路的时候要注意，要遵循着这三个原则，就是电容相当于开路，电感相当于短路，信号源短路，但是要保留着信号源的那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上节课我们所讲过的单管共设放大电路。在这个电路里面，对于直流电源作用的时候， C 电抗无穷大，所以应该在这里断开。 C2 对直流信号的电抗也是无穷大，所以在这儿断开。那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讲到过耦合电容在电路里边的作用，它是使得放大器和信号源的直流隔开，而且使放大器和负载的直流隔离开来。这样呢就只剩下中间这一部分电路，就是由 RB 三极管 RC 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呢就是基本共设放大电路的直流通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直流通路，就是这种样子。那么在这个通路里边，这是 VCC， VCC 一方面作用于输入回路，一方面呢作用于输出回路。这就是直流通路的有关概念。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是交流通路呢？交流通路指的是输入的交流信号对电路作用的通路。由此可见，交流通路是用来研究整个放大电路它对于动态信号是怎么响应的，而常常就是用它来研究动态的参数，也就是对它的动态的一些东西进行定量的分析。那么在交流通路里边要注意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容量大的电容，比如说耦合电容，它是相当于短路的。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边当分析共设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的时候曾经讲到，共设放大电路里边它的输入的耦合电容和输出的耦合电容都应该选取容量很大的电容。那么什么叫做很大呢？就是这种电容的容量要满足下面这个条件。在信号频率的范围里边，电容上头的容抗应该是可忽略的，也就是说交流信号应该在这样一些电容上没有交流压价。因此在交流通路里边，耦合电容就应该相当于短路。在后边的课程里边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大的电容，这些电容也相当于短路，当讲到这些电容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的。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叫做无内阻的直流电源相当于短路。在这里实际上就是指的基本放大电路里边的 VCC， 或者在我们前面讲到三极管放大原理里边的 VBB 和 VCC。 那么这样的直流电源都是理想的直流电源，它们的内阻为零，也就是说当着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 变化的时候，它的输出的电压是一个常量，在这个电源上没有交流的压降，所以它相当于短路。好，下面我们就来看基本共设放大电路。在这个基本共设放大电路里边，它的交流通路输入的
电容 C 应该相当于短路，这要短路掉。输出的耦合电容相当于短路，这要短路掉。而且这是一个理想的直流稳压电源，那么它相当于短路，它相当于短路，也就是说这一条线和这个公共端是接在一起的。那么假如这儿和这儿短路掉，那这个电阻 RB 就并连在了这儿，也就是并连在三极管的 BE 之间。我们再来看 RC， 由于 VCC 和 D 是一点的，那么这个 RC 一端接在了集电极上，一端就接在了发射极上，所以 RC 就并连在三极管的 CE 之间。由于 C2 相当于短路，那么也就是说 RC 和负载电阻 RL 也是一种并联关系。我们再来看一遍，这相当于短路， RB 并连在了基极和发射极之间， RC 并连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 RL 也并列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了基本公设放大电路它的交流通路。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短路后的样子，把 VCC 短路，这个电阻就跑到这儿了，这个电阻也降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进行整理，就得到下边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样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输入信号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交流信号一方面作用在三极管的 BE 之间，一方面它也作用在 RB 电阻上。那么由于它作用在 BE 之间，就会产生动态的 IB，从而得到动态的 IC， 那么三极管就要得到一个变化量的 IC， 这个 IC 将要在 RC 和 RL 这个并联电阻上产生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呢就是输出电压。那么由此可见，我们用交流通路可以来分析动态信号对这个电路的作用。好，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电路，它的输入和输出都是用电容耦合的，我们把这样的放大电路叫做阻容耦合放大电路。那么再来看这个电路，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它的输入端是靠电容 C 耦合的，是一种阻容耦合的方式。所谓的阻容耦合指的是用电容和电阻接在一起，叫做阻容耦合。而它的输出端呢，是用一个变压器把放大器和负载连接起来，我们把这样一种耦合方式叫做变压器耦合。那么这样一个放大电路，它的输入是阻容耦合方式，它的输出是变压器耦合。